听书，有声书，世界名著系列第497期，西方哲学名著《沉思录》，作者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马可·奥勒留。第一卷，第一段。从我的祖父维卢斯，我学习了和蔼待人之道，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。第二段，从别人对我父亲的称赞和我自己对他的回忆中，我学习了谦逊和勇敢。第三段，从我的母亲，我学习了敬畏上帝，慷慨，不仅是不肯为恶，甚至不起为恶的念头，并且进一步过朴实的生活，并觉一切富贵之家的恶习。第四段，是我的曾祖送我进了公立学校，给我严请优秀的家庭教师，并且指示我在求学方面不惜斥用巨资。第五段，我的教师训导我不要在竞车场中参加拥护蓝背心一派或绿背心一派，也不要在比武场中参加拥护那轻盾武士或重盾武士，不要避免劳苦，要减少欲望，凡事要自己动手做，少管别人的闲事，不可听信流言。第六段，戴奥·格奈特斯训导我，不要关心琐细的事情，不要听信奇迹贩子和巫师们所说的有关驱鬼符咒的话，以及类似的怪话，不要养鹌鹑，不要对类似的游戏发生兴趣，听了别人的直言，不要蓄怒，要勤修哲学，先研读 Bacchus 再诵习 Tendencies 与 Marcinus， 从幼时即练习写对话，并且喜欢小木床、羊皮以及其他一切与希腊苦工哲学有关的事物。第七段，由于拉斯蒂克斯，我才注意到我的品格有改进与锻炼的必要，不要误入诡辩的邪途，不要写空书的文字，不要做老生常谈，不要装作为一个见者或无私的人，要避免修辞、诗歌和以利的文辞，不要穿着长袍在屋里跑来跑去，以及类似的荒谬举动。写信不要装腔作势，要写得像他自己从 Susansa写给我的母亲的那封信的样子。对于那些容易发脾气冒犯人的人们，要随时准备和平相处，并且如果他们有意悔改之反，要半路迎上去。读书要细心，不可粗枝大叶，不求甚解。对于每一个骨舌如簧的人，
不可太快地表示同意。最后，由于他，我才得读到埃皮克提图的回忆录。这本书是他从私人鬼藏中拿出来借给我的。第八段，从阿波罗尼阿斯，我学习了自持自立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，任何事儿都不听从运气，除了理性之外，绝不仰仗任何东西。在极其的苦痛中，纵然是一个孩子的腰伤，或是疾病缠身，也永不改变常态。我看出他本身就是一个活的榜样。一个人可以是很威严猛力，同时也是很柔和，诲人从不知倦。我还看出他有实际经验，讲起道来从容不迫，但他从不认为这是他的特长。我还学得了如何接受朋友的恩惠，既不可因此而丧失自尊，亦不可漠然地视为视之当然。第九段，从塞克斯特斯，我体会到一个和善的性格，一个家长控制下的家庭和一自然之道的人生观，严肃而不虚假，随时小心照顾到朋友们的利益，对于没有知识的人和不讲理的人能够容忍。他善于适应，和他在一起比听受阿谀还令人愉快，同时与他交往接触的人无不对他极度信仰，对于人生的基本原则之如何发掘，如何安排，他有把握，他有办法。他从不表现出愠怒或其他的情绪，而是完全超出情绪的影响之外，永远是和蔼可亲，对人赞美而不欲言过分，饱学而不炫弄。第十段，从文法家亚历山大，我学习了避免挑剔别人的错，别人谈吐中用了粗鄙的字眼或不合文法或发音错误，都不要公然指责，要在回答的时候巧妙地正确地使用那个词句，或是作为同意他的意见而重复使用一次那个词句，或是作为共同研究那一件事儿，而不是推销某一个字，或是采用其他的委婉而不伤人的方法来提醒他。第十一段，从弗朗图，我注意到一个暴君所惯有的猜忌、狡诈与虚伪，并且一般说来，我们所谓贵族阶级都缺乏慈爱的天性。第十二段，从柏拉图主义者亚历山大，我学习到在不必要时不可常对任何人说，或在信里说我太忙了，也不可以以此为借口而逃避我们对人应尽的义务。第十三段，从卡特勒斯，我学习到一个朋友若是对你有怨言，纵然是无理取闹，亦不可忽视，要使他回复平素的友谊，提起别人的师长，要怀有忠心的敬意，就像 Domitius 当年提起 Aesnotus 时那样，看见别人的孩子时由衷的喜爱。第十四段，从我的兄弟塞佛勒斯，我学习到对家庭的爱，对真理的爱，对公道的爱，并且多亏了他得以结识 Transcy、 Hanvendis、 Cato、 Dion、 Britus，
我从他学习到所谓一个国家，即使根据个人平等与言论自由，以制定一套法律，适用于所有的人。所谓君主，其最高理想乃是人民的自由。我从他还学习到，对于哲学能坚定不移地加以尊重，随时帮助别人，热心施舍，保持乐观，信任朋友的善意。有人前来请益，他是绝对的坦白直言。他之所以是的，他之所好所恶，他的朋友们无需猜测，他说的明明白白。第十五段，从马克西摩斯，我学习到自制和励志坚定，在病中，以及在其他一切情况中，保持愉快的心境，要有一个严肃与和蔼妥为配合的性格，做点什么事情，不要口出怨言。他使得人人都相信他是心口如一，他无论做什么事儿都非出自恶意，他遇事不慌，临事不惧，从容不迫的，但亦不拖延，从不手足失措，从不沮丧，从不抢作笑容，要从，是的，更从不发脾气或是猜疑。他为善不倦，慈悲为怀，诚实无欺，他给人一个印象，他是一个根本不会旁出邪意的人，也不是一个被强纳入正轨的人。在他面前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他藐视，甚至会觉得自己比他还强。在适当范围内，他和人谈笑风生。第十六段，从我的父亲，我学习到一团和气。主意打定之前，仔细考虑；主意打定之后，坚决不移。对于一般人所谓的尊荣，并不妄求，但爱实事求是的工作，为了公共的利益，虚心听，是的，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，毫不迟疑地给每个人应得的报酬。靠经验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放松，他压抑了一切的青春的欲望。他待人的精神也是可称道的，从不强要朋友们陪他吃晚饭，也不强要他们陪他出去旅行。凡因故不能陪他的人，在他归来之后都觉得他并未稍存芥蒂。在会议中，他总是单思竭虑，负责认真，他遇事追根究底，从不以肤浅的印象为满足。与朋友交，既不厌倦，又不狭腻。应付任何事变，均能镇定自持，不改平常的风度。他对事有远见，最琐碎细处，以照顾周到而不故作夸耀。他在位时，不准人对他公开赞扬或做任何阿谀，处理国事忘情费时，公事之初则力求尊节，因此而蒙受指责亦所甘愿。在宗教上他不迷信，对人他不沽名钓誉，更不媚视取容。是的，他对一切都是冷静而坚定，从无失态之处，亦不喜花样翻新。命运之神赐给他的生活上的享受，他一概接受，既不得意洋洋，亦不觉受之有愧。有的享受的时候尽量享受，视为当然；没得享受的时候亦不觉得遗憾。没有人能滋评他犯有诡辩、吸学或卖弄学问的毛病，他之为人是成熟的、完善的，不受阿谀的，能自制
亦能治人。此外，他对真正的哲学家有高度的敬爱，对冒牌的哲学家亦不加谴责，不过慎防被他们诱入歧途。他不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言谈自如而不令人生厌。他合理地注意身体健康，并不是过度的贪生，也不是过分的注重外表，不过是不肯过于忽略身体，所以他很少时候需要起灵于医药。对于有特殊才能的人，例如擅长雄辩、精通法论、伦理等等的人才，他一律推许，毫不嫉妒，并且积极支持他们，使他们能获得其应得的荣誉。他忠于国家的传统体制，但不矫揉造作，令人感觉他是在遵守古法。他从不善变，更不举棋不定的毛病，而是专心致志，绝不旁骛。他于剧烈头痛发作之后立刻照常工作，而且是格外勤奋努力。他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很少有秘密，亦不常有秘密，偶然地保持秘密的只是政治方面的秘密。他对于公共娱乐、公用建筑以及公款的分配都处理得头头是道，做该做的事儿，而并不顾到虚名。他并不随时沐浴，不喜欢大兴土木，对于饮食、服装的质量与颜色以及奴仆是否面容姣好，他都不大理会。他的长袍是在海滨别墅做的，他的大部分供应是来自 Lanubinum。 我们知道在 Tusculum 税吏向他道歉时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，他的日常行径大抵如是。他既不鲁莽亦不骄横，做事从容不迫，永无汗流浃背的狼狈之态，每件事儿都是一人独处考虑，好整以暇，平心静气，有条不紊，勇敢而坚定。人们评价苏格拉底的话，同样的可以适用于他，那便是有许多事他可以享受，亦可以禁绝，但一般普通人则只是贪求而不能禁绝，享受而不欲度，禁绝而不以为苦，正是完美的坚强的意志之表现。在马克西摩斯病时，他所表现的亦正是如此。第十七段，感谢上天给了我好的祖父们、好的父母、好的姐姐、好的教师、好的伴侣、亲戚朋友，几乎全都好。我从没有冒犯过他们任何人，虽然我的天性也很乖张，遇到机会也难免于这种过失，但是上天安排的好，我从未遭遇这种考验的机会。有我的祖父的妃子养育我的时候，幸而不算太久，我长久地保持了青春的节操，在未到适当时间之前未曾试过女色，实际上是向后延展颜的。我幸而有严父督责，使我免于一切的虚焦，教导我住在宫廷里面可以品出卫士灿烂的服装、纸火炬者、雕像及其他类似的铺张，一个国王也可以屈尊于贵，降到几乎和普通平民平等的地步，在执行政务的时候并不至于因此而有失尊严体统。我又幸而有这样的一个弟弟，他的品行足以提醒我随时检点自己，同时他对我的敬爱也使我甚为愉快。我的孩子们也都不愚笨，体格也没有缺陷，在修辞诗歌以
其他各科，我没有较大的成就，如果在这方面或有长足进展，很可能我会沉溺其中。我很迅速地把我的教师们擢升到他们所希冀的高位，并不曾因为他们年事尚轻便加以推脱，徒使他们空怀希望。我又不幸而获使阿波罗尼阿斯、拉斯蒂克斯、马克西摩斯和以自然之道的生活，其真意所在，我常能清晰地领悟。所以讲到神奇以及他们的福佑、暗助与意象，均不阻碍我立即实行合于自然之道的生活。我如今未能达到这个理想，是由于我自己的错误，也是由于没有听取神奇的提醒，不，几乎是告诫。我的躯体幸而能维持我的生存如是之久，我从没有接触过 Benedict 或 Toadottas， 以后有过一次陷入情网，但是我又得到了解脱。我和 Rostix 常有局语，但是我从没有做下什么日后悔恨的事儿。我的母亲虽然死得早，她最后的几年是和我在一起的。凡是有人发生经济困难或需要其他的帮助，我总是不吝予以援手，从没有一次发觉手边没有钱。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接受别人帮助的需要。我幸而有一个贤妻，如此的柔顺，如此的亲爱，如此的朴素。我的孩子们也不缺乏良好的教师。靠了梦中的指示，我治愈了吐血头眩的毛病，就像解决了其他的疑难一般。在 Kate 也有过这种灵验。你需要如此做。我在攻读哲学的时候，没有落在一个诡辩者的手里，也没有只是坐在书桌旁边变成一个分析三段论的人，也没有忙着研究自然界现象。上述的这一切，若没有神奇眷顾或命运亨通，是不可能办到的。作于阿奎肯时正在与跨地族人战争中。陈苏禄第二卷。第一段。每日清晨对你自己说，我将要遇到好管闲事的人，忘恩负义的人，狂妄无礼的人，欺骗的人，嫉妒的人，孤傲的人。他们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不能分辨善与恶。但是我只因已了悟那美丽的善的性质，那丑陋的恶的性质，那与我很接近的行恶者本身的性质。它不仅与我在血统上同一来源，而且具有同样的理性与神圣的本质。所以我既不会受他们任何一个的伤害，因为没有人能把我拖累到堕落里去，亦不会对我的同胞发怒而恨他。我们生来是为合作的，如双足、两手、上下眼皮、上下排的牙齿，所以彼此冲突乃是违反自然的，表示反感和厌恶便是冲突。
第二卷第二段。我之所以为我，不过是一堆肉，一口气和一股控制一切的理性。丢开你的书本，不要再被书本所困惑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要像一个垂死的人一般轻视那肉体，那不过是一汪子血、几根骨头、神经和血管组成的网架。再看看那一口气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空气而已，还不是固定的一口气，每分钟都要呼出去再吸进来，剩下来的是理性。要这样想，你是个老年人了，不要再做奴隶，不要再做被各种私欲所牵扯的傀儡，不要再令他怨恨现世的命运，并且恐惧未来的命运。第二卷第三段。神的安排都充满了神意，就是命运的拨弄也不是脱离自然的，也不能脱离由神意支配着的安排与编扎，一切都是由神意而来。不过必然性以及整个宇宙的福利，而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也是有其作用的。整个的自然之所产生的，整个的自然之所进行维系的，对于自然之各个部分亦必有利。但是宇宙之保全则有赖于变化，不仅是元素的变化，且扩及于由元素复合而成的事物之变化。这样的想法对你是很充分足够的了。如果你引为原则来看待，放弃对书本所抱的渴望吧，以便死时了无遗憾，而能从容不迫地从心底里感谢天神。第四段。要记取你已经拖延了多么久，神多少次给你宽限，而你并未加以利用。现在可该明白了，你不过是其中一部分的那个宇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东西，你不过是赖其普护而使获得生存的那个宇宙之主。是的，那个宇宙之主宰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东西？你的时间是有限期的，如果你不用以照耀你的心灵，时间便要逝去，你也要跟着逝去，良机一去不可复回。第二卷第五段。随时下决心，像一个罗马人，像一个大丈夫似的那样坚定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都要小心翼翼，严肃而不虚焦，要怀着慈悲、自由与公道，不可稍存其他的念头。你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如果你在一生中做每一件事儿都像是做最后一件事儿一般，避免一切粗心大意，避免一切违反理性的感情激动，避免一切虚伪、自私，以及对自己一份命运的抱怨。你要知道，为了度过平静的一生和神一般的一生，一个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如何的少。只要他遵守这些条件，神对他也不会再多所要求。第二卷第六段。我的灵魂，你慢待了自己，而你荣耀自身的时机已一去不返。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，你的生命已日薄西山，你却不关照自身，而是将幸福寄予别的灵魂。第二卷第七段。身外的事儿烦扰你吗？忙里偷闲，去再学习一些好的事物吧，不要再被外物牵惹得团团转。不过要当心别陷入另一错误，
终生苦苦追求而漫无目标，每一个冲动甚至每一个念头都盲无指挥，那些人也是儿戏无聊的人。第二卷第八段，如果不管别人心灵里进行着的是什么事儿，一个人便很难得不快乐。但是如果不密切地注意自己心灵的活动，则必定是不快乐的。第二卷第九段，这一点必须要记住，整个宇宙的性质是什么，我的性质是什么，二者之间有何关系，我是怎样的一个整体中的一个怎样的部分。没有人能妨碍你，令你在言语行方面不以自然协调，而你正是那自然的一部分。第二卷第十段，提奥弗拉斯特斯在做恶行的比较时，就一般通俗的说法，此种比较是可以做的。曾按真正的哲学的精神说，由于欲望而产生的过错，比由于愤怒而产生的过错更为可恶。因为基于愤怒的人只违反理性，好像是很痛苦的，不自觉的良心不安。但是由欲望而犯过错的人被快感所挟持，好像是在做错事之际有一点较为放纵，较为缺乏男子气的样子。他又以哲学家的身份说，很明确的与快感有关联的过错，比起与苦痛有关联的过错，应受更严厉的谴责。并且一般而论，一个人先受了委屈，被苦痛所驱使而生愤怒，总还有一点男子气概。至于由欲望而入邪途的人，则是自作孽了。第二卷第十一段，你的每一桩行为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念头，都要像是一个立刻能离开人生的人所发出来的，离开人世。如果是有神，这并不可怕，因为神不会引你入于邪恶。如果根本没有神，或者神不管人间事，那么生存在一个没有神或没有神意的宇宙有何意呢？不过神确实有的，并且他们是管人间事的，他们已经付给人类与力量，令他不致堕入邪恶。即使死后还有邪恶，他们亦已有所准备，使每一个人都不致堕入邪恶。神不使人变恶，怎会使人的生活变恶呢？整个宇宙绝不会因愚昧而生疏忽，并且一旦发觉有何疏失，亦必有力量去防御或纠正之，亦不会因蠢笨而无能。是的，因蠢笨无能而造成重大过失，以致令善与恶的报应毫无差别的同样落在好人与坏人的头上。不过死亡与生命、尊荣与耻辱、苦痛与快感、财富与贫穷，的确是无分善恶，是人人所不能免，其本身是既不体面亦不可耻，所以那便无所谓善或恶。第二卷第十二段，一切的事物消失的那么快，他们的形体消失在这宇宙里，在永恒中他们亦很快的被遗忘。那一切的感官方面的事物，尤其是那些用快感诱惑我们的，或用苦痛威吓我们的，或被虚荣所艳羡的，多么无价值，
可悲、龌龊、短暂、无实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运用智慧加以体识的。还有，那些靠着言谈见解而博得声誉的人们究竟算的是什么人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一个人把死参究一下，靠理性的分析，把那虚幻的恐惧撇开，他便会觉得那不过是自然的运行而已。如果一个人被自然的运行所吓到，他便是同意。须知，这不仅是自然之运行，亦正是自然之有益的措施。还要知道，人是如何的与神接触，用他自己的哪一部分与神接触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人的这一部分才能与神接触。第二卷第十三段。世上最可怜的莫过于那种人，苦苦的要研讨一切事物，甚至如诗人所说，钻研到土底下的东西，并且还要猜想别人心里的事儿。殊不知，他们需要的只是如何体认并且供奉他内心的神明。所谓供奉，即是保持其纯洁，勿使沾染一点热情、轻率，以及对于从神或人们而来的任何事物的不满，因为凡是由神那里来的，必是极好的，值得我们尊敬；从人们那里来的，亦属同类，值得我们爱，有时候在某种状态之下还值得我们同情。由于他们不能分辨善恶，这是和不能分辨黑白一样严重的缺陷。第二卷第十四段。纵使你的生命可以延展3000年，甚至30000年，要知道，一个人只能死一次，也只能活一回，所以顶长的寿命和顶短的都是一个样，因为所谓现在对大家是一样长的，我们所丧失的根本便不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所放弃的显然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而已。所以有两件事要汲取：第一，自亘古以来，一切事物都是在同一模型里铸造出来的，然后一遍一遍地重复翻演，所以一个人在100年间或200年间或永恒不变地看同样的事物演来演去，实在是没有差别的。再一件事便是，长寿的与夭折的人所放弃的是一样多的，因为一个人所能被剥夺的只有现金，事实上只有这个是他所有的，而他所没有的东西，他当然也不会失掉。第二卷第十五段。要汲取，一切事物均取决于我们的看法。全儒派的蒙尼摩斯所说的这句话，其意义是明显的，其效用亦是很明显的。如果我们在合理范围之内截取其精华。第二卷第十六段。一个人的灵魂之堕落，莫过于把自己尽量变为宇宙的坠流，对任何发生的事情抱怨，便是对于自然的违逆。因为一切的事物都不过是自然的某一部分而已，另一坠落之道，便是对于某人加以歧视，甚至意欲加害于他。许多愤怒的人便往往如是。第三个堕落之道便是被享受或苦痛所征服。第四，戴假面具，在言行上虚伪无成。第五，行为或意向面无目标，对任何事情都掉以轻心，不加考虑。是的，漫无目标，殊不知做琐细的事也应顾虑到其结果，
有理性的人应以服从那最原始的组织形式，即宇宙之理性与法则，为其终极之目标。第二卷第十七段，人生之过程不过是一个点，其本质是变动的，其知觉是模糊的，其整个身体之构造是易于腐朽的，其灵魂是一个漩涡，命运是不可测度的，名誉是难以断定的。简言之，身体方面的食物像是一条河之逝水，灵魂方面的事物像是梦，像是云雾。人生是一场战斗，又是相克的旅途，死后的名誉只是被人遗忘。那么在人生路途中能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件东西，哲学。这便是说，把内心的神明保持得纯洁无损，使之成为一切欢乐与苦痛的主宰。做起事来不要漫无目的，亦不存心作伪，不受别人的有为或有所不为之影响。更进一步，要迎受一切发生的或注定的事儿，因为无论其为何事，都是与我们自己同一来源。最重要的是以愉快的心情等候死亡。须知一切生物都由几种原质组成，死亡不过是那几种原质的解体而已。如果每一件东西不断地变成为另一件东西，其间并没有什么可怕，那么一个人对于一切事物之变动与解体又何须恐惧？这是合于自然之道的，自然之道是没有恶的。作于卡农图姆。